大家好，在今天呢，午后阵雨啊，局部地区发展蛮明显的，还是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啊，这未来几天都仍然会有38号出现。那既然要注意，我们就用几个时间点来提醒你注意的事项。第一个，上午的8点以后，你开始要注意防晒，紫外线指数就偏强。不要忘记哦，现在台湾这个地方的紫外线指数仍然还偏强，虽然啊已经到了处暑，但是呢紫外线比较开始转弱的地方只有在韩国、日本，还有包含了大陆的华北以北地区，所以呢我们仍然要特别注意到防晒。温度状况仍然是偏高，中午快接近11点的时候，高温在中部以北就会达到35度的高温，户外活动记得多喝水啊。下午的时候要特别小心，不要被雷击喽，尤其啊下午2点钟的以后开始啊，西半部地区局部地区的午后阵雨还蛮明显的，不过到了傍晚时刻你要注意什么哦？夕阳好漂亮，记得看夕阳哦。可是要特别留意啊，逆光行车的朋友要注意啊，傍晚6点钟到6点半太阳要下山之时，你逆着光看着美美的夕阳，可能你前面的车你看不清楚咯。那天气晴朗炎热，午后阵雨的状况仍然要持续。目前在太平洋面上有2个热带扰动系统，他们现在目前都是中心近似滞留，暂时对我们台湾来说都没有影响。那我们来看什么呢？来看一下哦，东北半球的云图了。先看两个系统，一个这里是一个 TD 啊，一个热带性低气压，另外还有一个系统在这边，也叫关岛的东方海面一个热低压。未来两个低压的走向怎么走呢？先来注意到这个整个大环境场都是在大的低压带，而在大陆这个区块也是个大低压带，因为都是大低压带，我们台湾这边呢相对是在属于一个比较稳定的高压场的范围内。那未来的走向你可以注意到，未来5天都停在这里哦，有机会发展，有机会成为台风，但未来5天之后，我们再来看看它会怎么走。因为最重要，它现在走不动的原因就在于大陆的高压场，这里是一个高压的存在，这个系统没办法接近我们。而在日本这边的系统，未来会逐渐往日本南方的海面走。所以你可以看到，到了5天之后呢，等5天之后，大家再来看看整个天气系统后会怎么样的一个变化。未来的话，就是要看北方的两个高压的系统的变化了。不过呢，对于我们来说，你这5天的安排活动啊，都不用担心，因为系统仍然是在菲律宾海的位置，而我们在台湾上空最主要还是有午后阵雨的状况，相对的在西半部地区比较明显。来看温度了，先注意到温度状况，在白天是闷热的天气，午后阵雨呢明天会少一点，高压势力又增强了，相对的到中部地区啊，南投啊、嘉义山区有点午后阵雨，南部地区啊是天气晴朗，只有屏东山区有一点，东半部地区的塞班侯是山区部分，而到了外岛地区来说，只有金门下午有点雨。小叮咛两件事情要提醒，白天外出活动防晒不可少，午后阵雨啊，下午外出活动小心不要被雷击喽。